飞行系克草系。幻兽帕鲁零三，捕捉前期常见的飞行工具人啊，这个坐骑疾风隼，卡路最聪明是在啊，有点像宝可梦里面勇士雄鹰加母克鹰的缝合体，造型上使用勇鸟猛攻进行赶路。在科技点出帕鲁装饰制作台之后，就可以制作这些帕鲁的鞍具了啊。制作疾风隼的鞍具啊，做完之后就可以骑乘疾风隼，然后上天入地。鞍具所需材料：皮革、布、金属铸块、纤维、帕鲁矿碎块。简单说一下这些素材怎么获取啊？皮革可以在紫霞鹿、还有疾风隼啊、猎狼一类的这个帕鲁身上会掉落。兄弟们注意啊，这个紫霞鹿、啊、看到的话要多打，因为后面它的皮革特别缺啊。紫霞鹿打了一般会爆出2到3个皮革，特别好。布是用羊毛做的，羊毛是在牧场里面产。金属铸块需要使用金属碎矿，在这个原始的炉子里面去生产。金属碎块的话就是挖矿，挖这种金属矿，挖了以后你把它放到这个炉子里面啊，需要火系帕鲁去生火，一开始那个火熔壶就可以，然后生产出金属铸块，这个也是比较缺的素材。另外还有纤维啊，这个怎么弄呢？纤维需要制造出粉碎机啊，这个像水车一样的建筑，需要有胶水特性的帕鲁，然后推动粉碎机，像起弯弯就可以。你可以在里面把木材转换成纤维，把石头转换成帕鲁矿碎块。那么准备好以上的素材之后，就可以生产出疾风隼的鞍具了，就可以飞天了啊！下面是我这个第一次捕捉疾风隼的这个录像啊。哦，我这地图标的其实它这有好几个地方，之前标的都什么东西？我是在红圈的这个地方第一次捕捉到疾风隼的。来吧，报你的仇！打到了疾风隼，我的鸡哥，等一下，鸡哥什么死了还是怎么的？死了，放不出来了。哇！我靠！什么东西？小心点，这个要注意闪避。使用勇鸟猛攻，躲掉了。这是有没有什么厉害点的怪？没有，草泥马比较厉害。动作。勇鸟猛攻，草泥马很疼，准备捕捉，我剩30血，我靠，完了，吃药是哪个快一点？怎么这个药都不加血的呢？再打几下我再抓，他这里好像看不到我，再打。14%抓不动，需要高级球，高级球。我操，高级球60%，70%。OK， 捕捉到了，这个牛逼，疾风隼，没在队伍里边，你怎么？去把它拿过来，又得到那个船上回去，很麻烦。疾风隼这个感觉挺厉害的啊！等一下，用这个。哦，哇，哇哇！空格键上升 ，Ctrl 键下降，这不就牛逼了？后面都可以去。左键龙卷风，龙卷风就是勇鸟猛攻吧？怎么放不了？E键蒸汽炮 ，C键锋刃，放不出来，是因为我体力没了吗？可能是要用体力，要用体力。
锋刃。我现在估计还是打不过猛犸啊。这个去打猛犸，在天上他打能打到我不？龙卷风，空气炮。打不动啊，兄弟，打他掉一点血，他有4000多点血，上面4044点，我靠！别吧，我在天上也能打到我，这么猛，快跑快跑！这上升上不去了啊！我操！快走啊！勇鸟猛攻逃跑，结束结束。帕鲁球有点不够，哎，有个箱子，有个箱子，小型帕鲁之魂。